taon mula sa inyong mga kasama sa Magandang umaga po.
先ほど午前4時52分ごろ関東地方で地震がありました。この地震による津波の心配はありません。地震源地茨城県の南部、震源の深さ50キロ、地震の規模を示すマグニチュード 4.4 と推定されています。調査の震度が入ってきました。震度3を茨城県の戸賀市、下妻市、笠間市、筑波市、坂東市で観測しました。また栃木県内でも震度3を真岡市と下妻市で観測しました。同じ埼玉県の久喜市で震度3、千葉県の戸賀市と金沢市で震度3を観測しました。Thank you.
NHK、NHK 名古屋第一放送です。计划实施700个行人村庄的煤改清洁能源，对全市未纳入2017年度煤改清洁能源计划，并且以前也没有实施过煤改清洁能源的村庄住户，要全部完成优质燃煤替代工作。进度计划依据各自要在四月底前完成煤改电、煤改气相关设备和工程及优质燃煤煤气、优质燃煤供应等方面的招标工作。9月底前完成农村煤改清洁能源所需要的电力、燃气配套设施建设。3是对户内线路改造和取暖设备安装做好同步实施。4呢，要对未实施煤改清洁能源的村庄，在9月底前完成优质燃煤配送和独立安装工作。接下来我们看看通州的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。截至目前，该行动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，全新优质煤替代，实现平房住。户全覆盖，煤改气一点两个村1329户百姓享受便捷，煤改电更是超额完成，惠及优先确保完成朝阳、水淀、丰台、石景山、大兴、丰州、房山四个区所有平原村庄的基本煤化。因此，2017年全市计划实施700个平原村庄的煤改清洁能源，对全市未纳入2017年度煤改清洁能源计划，并且以前也没有实施过。煤改清洁能源的村庄住户要全部完成优质燃煤替代工作。进度计划依据各自要在四月底前完成煤改电、煤改气相关设备和工程及优质燃煤煤气、优质燃煤供应等方面的招标工作。209月底前完成农村煤改清洁能源所需要的电力、燃气配套设施建设。3是对户内线路改造和取暖设备安装做好同步实施。4呢，要对未实施煤改清洁能源的村庄，在9月底前完成优质燃煤配送和独立安装工作。接下来我们看看通州的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。截至目前，该行动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，全新优质煤替代，实现平房住户全覆盖，煤改气一点两个村1329户百姓享受便捷，煤改电更是超额完成，惠及心里呢难受，检查呢心脏有没有毛病，面色苍白或萎黄，嘴唇的颜色呢也不那么红润了，所以亚健康状况就是轻度的气虚血虚，气血两虚。是没问题的，人在气血亏的早的时候啊，没把能力